皇上，我来了。哎，好的。这次到黄山来，疫情期间没有什么人，基本上是承包了整个黄山。我们这次是从南大门坐景点大巴，从后山上山，下车后再坐云谷索道继续上山。之后游玩的路线将轻松到你难以置信，因为印象中黄山属于巨难爬而且会累的山。这条线路大部分是平路和下坡，而且不会错过重要的景点。Thank you.
Thank you.